睇下先，點啊？好，我哋好。
回头，哎，对。换个再长焦一点的，再来一次。等等，很快。往右边走一点，拍一张，不用跑。你那条鱼啊，你那条鱼碰住了那个后面那块沙，就是红色那条带子碰住了白色的那条帽子上面的沙，不好看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哭啊。对，我就这样说的，你可以不管我的。另外大哥，师傅，我赢你吧。我们这边是双拍的了。再来！哇！来，再走一两次就差不多林总的手机的那个影响了。你去。闹钟。我的手机唔见。Thank you.
就把假装做那个水平的动作。